听我解释，拜拜。你听我讲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你听我，我拜托，我拜托你听我讲好不好？我听你继续骗我，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还说要听你怎么认识那个女的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，怎么交往的。我那天我真的喝多了，老实说，我真的记不起来后面发生什么事情。不记得就不要再讲了。不是你，听我讲，我知道我很爱我，一直以来我让你这么有安全感，但是我不会伤害你，这是我给我自己最大的底线。那你有想过我的底线吗？当那个女人来艳遇抱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的底线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把我的青春都给了你。给了我什么？你曾经跟我说要给我幸福的生活，不要吗？现在这个幸福的枷锁还给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哦。